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是忆酵母逾越，在静宜大学做这个简单的五分钟的节目。我们现在是11月第三周，所以我们在储备啊，这个下一个主日，下个礼拜天就是耶稣进王。可以看到在这里啊，耶稣进王啊，他要来，耶稣要来，真的要来啊。我们说第二次来临，第一次来了，但是用谦卑的，用痛苦的，要拯救我们啊，要救赎我们。第二次来临，他是用光荣的。所以在但是末世录啊，圣若翰末世录，他在写哦，耶稣要来的时候会很多的异兆啊，那是那个穷乡啊，那边会很多的变动，然后大家那个地上会很大的地震，也很多那个灾祸，火灾等等等。哦，可是你们在看到这些异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救恩，你的拯救来到了啊！因为耶稣来，所以你的救恩来到了，所以不要害怕。耶稣要来，那是我们的希望啊！耶稣要来吧，把这个世界，在人的历史，这个世界的历史做一个 ending 啊，一个光荣的结束。当然那一天耶稣要来，可能会有一些田会多起来，会盖起来啊，跟那个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啊，听到天主的声音，他们就赶快去躲起来了。会有人是这样，会有人要盖起来，躲起来，可是也会有人带着一个微笑啊，抬挺胸，说耶稣，我们在这边很欢迎你，耶稣请来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世主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救世主的这个节日，耶稣进房。我们在这边特别这一年在静宜大学特别高兴，因为我们看看我们庆祝100周年的那些创办人的修女们啊，盖夏木木跟其他的护格修女，他们看看礼拜六啊，后天看看是100周年，他们到中国，所以是第一次到亚洲，所以100周年在亚洲啊。这个修会本来也不是很强的修会，可是他们不怕面对困难，他们就下海，就是做就是那个迈向这个大陆的，他们不怕面对什么困难，而且他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啊，还是继续，都不怕，都往前走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在我们这个学校静宜大学啊，特别这个100周年啊，我们说耶稣很欢迎你来，我们等着你，我们在等你，我们在做事情等你啊，很高兴我们要抬头挺胸啊，欢迎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没有其他的救世主。应父及子及圣神。